哇，这个空档放得漂亮。德国队两个人显得配合上，互相的跑位上漏洞要多一些。对，而且特别是前半场，但是他们两个人因为身高比较高啊，所以在这个移动上面还是显得会比较迟钝一点，只能是通过这种手长脚长来去够球。这也是往前点抢的比较高，这也非常主动，一个放网也得分了。发的太高了，接发球就几乎可以扑下来。我觉得他这个发球有点犹豫吧，可能想变线或者是想发后场，可是在发球那一瞬间又想发往前了。对，日本队的他这个对挡网跟进非常的果断，就是我不管你就是搓球的质量会怎么样，但最起码我人已经先逼上来了，就是我说的那个那种感觉嘛，就是跟敢死队似的。对，但其实他主要这个挡网他本身的质量也差，确实挡得好。对，而且对方也第一我不甘愿起球，那我就只能是就是强放网，那强放网就正好是我已经逼近了，那就也是在我手上的球。因为亚锦赛的时候呢，我们看了，现在已经是日本队的局点了，等一会儿再说这亚锦赛的事儿。嗯，还是日本队先攻，封网。抽牙也是很熟练，平停点睛，再往前将球扑死，这样日本队先胜了第一局。广告之后，我们再来继续看双方接下来的比赛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我们继续来向大家转播2011年的苏联杯小组赛阶段，中国队同组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交锋。场上穿着红色运动服的日本队呢，将是中国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。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将是在24号的晚上7点钟来进行。我们体育频道会在晚上的19:50开始为大家直播这场比赛。日本队在之前的两场比赛都取得了胜利，他们是以2-0的大比分领先。现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，由平田典靖和桥本博且迎战德国队的金德沃特和舒特勒。